一直以嚟，警隊對於我哋警務人員嘅紀律同埋操守都有好高嘅期望。自2009年開始，我哋已經制定咗誠信管理相關嘅政策。喺今年嘅第四季，我哋會推行一個自願驗毒嘅計劃。呢個計劃首階段會涵蓋一啲駐守敏感崗位嘅人員，佢哋喺日常嘅工作係會有較大嘅機會接觸到毒品。而我哋係第一個政府部門咧，喺內部推行相關嘅政策嘅計劃，會喺稍後嘅階段逐步推展至喺警隊裏邊駐守唔同崗位嘅人員。由於呢一次係第一次喺警隊裏邊推行類似嘅計劃，早前我哋就向警務處處長同埋其他處長級嘅長官詳細講述咗整個驗毒計劃嘅流程，同埋匯報咗我哋嘅工作情況。而佢哋更加親身參與咗呢一次嘅驗毒計劃。我哋希望可以透過不同嘅措施，持續提升我哋警隊成員嘅紀律同埋誠信，加強市民對警隊嘅信心。29號夜晚9點，約定你啦。